燃烧美饭店，然后入里面要碗面，放下了命中的考验，其余便发现节庆叫卖盘菜最方便，送去养和疗养院，把四亚雪菜汤大，其实继续再食多不会犯低，就是铺满了我身体，然后我又肚饿，叫多食滑鸡鸭味火鸡，那么叉烧好细，我有一斤烧比安慰，痛感了影子实力太在轻贵，和人人都会消费，我要不过一世，建立烧比快递。